抓赌啊！你抓不算，去赌，你们继续玩吧。哎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四五六啊！四五六啊！来来，我有。四五六，找谁？找你呀，陆大兄。 王捕头，你好！哎，来，我有。不大好，你打死郑关西的那个案子，到现在还没结案，差点儿，连我都玩完了。王捕头，你受累辛苦了。辛苦？哼，追你追了800多里路，这不是辛苦，是命苦。陆大兄，走吧。 走啊，慢走，不送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少跟我玩吧。哎呦，哎呦，给我拿下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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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请你走，你不走，这就叫大姑娘肿脸，难看喽！哼，他妈的，我鲁达是条好汉，既然被你抓着了，废话少说。鲁达，回去叫你吃不完兜着走。带走，走，走了。这位想必是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，鲁提下。 我正是鲁达，兄弟是。你是九纹龙史进，九纹龙史进，久仰了。彼此，好小子，你也是通缉人犯吗？还敢来攀交情？这位官差，能不能放了这位鲁兄弟？<笑>我连你都不放过，还会放他？给我拿下！哎呦！哎呀！ 死了，还不去帮忙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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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是什么好看的？ 你不是鲁达鲁文公吗？ 你是金老汉呐？ 鲁文公啊， 我女儿翠莲上个月嫁给此地的首富钱员外。 哦，那真太好了。 可是你为什么还上山打柴呢？ 我这个女婿啊， 叫钱如明， 有个外号啊，叫钱如命。 哦，钱如命？ 我啊， 除了一年三节， 平常是滴酒不沾呐。 今天鲁文公大驾光临，我还特别要跟您喝一点点大曲酒啊！我最爱喝大曲，来，我自己来。不不，我来，哎，把碗拿过来啊，靠近点。哎，岳父大人，您来点吧啊。哦。哎。 一个人一提呀，啊！钱员外，就这么点酒，哪儿够喝啊？哎，这酒啊是穿肠毒药啊，喝多的会伤肝呐。伤肝？来，放这放这啊！好丰富啊！鲁文公，没有像样的下酒菜，真是难为情。哎呀，你这什么话嘛？翠莲，你给我把酒收好啊！这青菜豆腐啊，最营养了。我看到青菜豆腐啊，就像见到命一样啊！ 你们说，哪个吃素的不长寿啊？啊，是吧？来来来，敬两用，来吃菜啊！哎，翠莲啊，哎，你敬鲁文公一下啊！哎，鲁文公，我敬你。哦，不必客气了，我已经没酒了，我还是吃饭吧。嗯。鲁文公啊，哎，这中饭是我们四个人吃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吃起来呢？ 四人份？哎，是啊，开什么玩笑？这还不够我一顿呢。嗯，哎，这鲁达来了三天了，怎么还不走啊？鲁文公无处可去啊，我们多招待他几天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什么应该啊？ 他一顿要吃半锅饭，那要多少钱啊？来了，好。哇，好香啊！今天又买什么好吃的？芝麻烧饼。你看这个。嗯。哎呀，红烧猪脚。相公，你赚了这么多钱，又舍不得花。 这样做人有什么乐趣？乐趣，乐趣可大了。我告诉你，赚钱呐，就是我第一大乐趣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第二大乐趣是什么？不花钱，对不对？哎哎，对，真是知夫莫若妻呀。这就是我第二大乐趣。啊，哎，你怎么会把女儿？ 嫁给钱如命这种人，哎，图个安定嘛。
怎么把油灯给熄了呢？哎呀，省钱嘛。这鲁达一天不走，我就痛苦一天呐。哎，真是痛苦哦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弄走。哎，有了。哎呀，这么晚了还点着灯啊？啊，哎呦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，这油有多贵呀？啊啊，天哪，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哎，猪脚啊，哎，这是真的哎还是假的？青菜豆腐是你的命，这猪脚嘛是我的命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青菜豆腐是我的命，可是呢，我一看到猪脚啊，我连命都不要了。哎，喝酒。好。大曲酒啊，天哪，这么大碗呢、啊、给我要喝。钱如明，你不是说喝酒会伤肝吗？没错，喝酒会伤肝，可是呢，我一看到酒不喝我会伤心呐、啊、所以啊，我宁愿伤肝不要伤心。哎，芝麻烧饼，哎呀，我最喜欢吃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比你更喜欢吃啊。我只要一个嘛。一个都不给啊，我自己还不够呢。鲁达兄啊，明天呢，我要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还挺远的哦。从我们家出门啊，这一直走，左转呢，到了一个巷口。然后啊，再一直走，出了巷口之后，然后转了个弯。啊，听不进去哪里啊？哎呀，你听着嘛。再转个弯到了城门口嘛，这个然后啊出了城之后啊，就来到了五台山了。五台山去登山啊？对，就是登山的。就这样爬呀爬呀，到了华严寺了。去拜佛？不是啦。不是，那去干什么？那是钱如命，到华严寺去干什么？不太好讲，不太好讲。这个真的不太好讲啊。不要紧啦，鲁文公又不是外人，说嘛。这怎么说嘛？好吧，我告诉你。一到了华严寺啊，你就去出家当和尚。我去当和尚？别开玩笑了你。哎呀，你现在是走投无路了，当和尚有吃有穿又有住的，又不怕别人抓你啊。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听说买张布匹要花不少银子。哎呀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嘛。华严寺的住持方丈啊，是我舅舅啊。孙悟空，哎，香肉炖好了没有？我来看看啊。快了。铁老虎啊，刀给我磨一下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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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
谢谢啊！三位请请请，里边坐啊。哎，打铁的？什么打铁的？我叫铁老虎。嗯，铁老虎。这乌龟，刀磨好了。嗯。哎，铁老虎，你这两把三角猫的把式还奈何不了我的缩头功啊。奈何不了你。你们玩真的？哎，你不知道这个醉乌龟欠修理。醉乌龟，你再求我两句啊。你说，你说。我说来不及了。说说你吧。没说错，这是假的，傻瓜。什么玩笑？没事。铁老虎啊，磨刀前记账了啊。妈的，乌龟就是乌龟。有没有好铁啊？好铁，你要打造什么生活？打一只铁仗。铁仗？你手里不是有一只铁仗吗？嗯，这只不够分量。不够分量？哼。哎，你是怎么把它弄弯的？嗯。是不是不够分量啊？哎，是，给我打只60斤重的。哎，好，嗯，好香啊！伙计，什么伙计？我是老板。哎，我酒啊，自己拿。老板记账。你怎么只记不给啊？什么时候给呀？他妈的！哎，这锅里啊煮的什么东西啊？那么香啊？香肉。只可惜师傅你出家人。不能吃啊。我是花和尚，荤腥不忌。这香肉炖得真不错啊，给我来半只下酒啊。既然你是花和尚，这样吧，只要你感到快乐时洗个澡，我就卖给你。洗澡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。哎，这位师傅啊，你到里面不大妥当。有什么不妥当的？醉乌龟啊，这个和尚好面熟。哎，瞪我。他就是那个赏金1000两的通缉要犯鲁达嘛。哎呀，快去报案去啊。傻瓜，你这个胖点的就是笨一点。你知道通风报信赏金减半的。哎，啊，洗澡。哦，大师傅啊，你是想温洗还是无洗啊？他妈的，洗澡还是不温洗无洗啊？哦，温洗啊，这老乖嘞。这温洗啊，从头到脚啊都是由姑娘替你服务的。我们快乐时啊，有40多位刚刚从泰国学成归来的漂亮的小姐都会马杀鸡的。那不成啊，我呀，我怕女生，我不要马杀鸡。哦，那鸡杀蚂蚁可以的。哎呀，我鸡马都不杀。那你就无锡好嘞，无锡很难过关的哦。要是能喜欢整个古城啊，不但一切免费啊，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啊。好吧。哎，先叫文银10两啊。这干什么？哎，押金啊。你要是没得办法洗完整个过程，要是半路受不了嘞，押金要没收的哦。好。哎，我已经给没收2回了，我要无洗。这是文银10两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无洗啊？我想尝试一下究竟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啊。哎，嗯，醉乌龟，哎，干什么？你怎么在机关的拉绳上晾衣服啊？哎呀，你真笨，是伪装啊！你弄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啊，干啥呢？干什么？这个小子累了好几次了没？是啊，嗯，你妈妈的，你是第一次来无锡的，我告诉你这个无锡的规矩啊。不要动，再动我就没收你的押金。
胸脸上。说这些有个屁用，不听老人言呐，吃亏在眼前呢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大和尚，这个澡洗的还舒服吗？你这乌龟呀，还有我童子功都破了。哦，你还练童子功啊？哎呦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哎，没关系，破了就破了嘛。哎，正好那锅香肉给你补一补啊。嗯，哎，走，里边坐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来来来，哎，这边空气好，阳光，大和尚，你怎么不坐这儿啊？一样啊。啊？一样啊。大和尚啊。哦。给我来坛十斤装大曲酒。十斤装没有，五斤的有。这个我五斤也可以，给我两坛。你这干什么？我在练功啊。练什么功？我练蝙蝠功啊。蝙蝠功？跳舞我不练了，放我下来。跳舞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大和尚，这香肉，这大曲酒，这好香的香肉啊。大和尚，往这边靠一靠。这边脏了。好小子，让你死。真的假的？这乌龟啊，伤到哪里了？他妈的，老地方啊！严重吗？这次真的来不及了。这样子，我要照顾他老婆啊！铁老虎，你太不顾兄弟道义了！哎呦，大和尚，帮个忙，帮我把这锤子拉下来！来，把您拿来。挂海公。快一点，都能快一点。
有一位师父想借宿。借宿？我是五台山僧人鲁智深，贵庄能不能行个方便？当然可以啊。只是贵庄今天……我看得出来，贵庄今天在办喜事。是喜事，一桩可怕的喜，可怕的喜事，什么意思啊？师父请坐，容我把详情告诉你。爹。见过这位智深师父。师父。她是小女，妙龄。爹，我想跟奶娘走避一下。那怎么可以？你要是走了，我们这庄上的人全都会被杀光啊！太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这桃花山上的山大王要强娶小女为妻，说好了今天晚上前来成亲。这山大王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小霸王周通。小霸王周通。倒是号人物啊。刘小姐，你就嫁给他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嫁给土匪。太公，好了没？这摆好啊。太公，小霸王周通带了一批土匪来了。小霸王来了。各位不要慌，不要慌。看你的了。不错嘛，喜气洋洋。周大王，反了嘛！你是岳老爷，怎么可以对小婿下拜呢？来，起来。大王，怎么没见新娘子出来呢？是啊，岳父，赶快叫你女儿出来拜堂了。小女妙龄啊。有点害羞哦，这当然没经验嘛，下次就好了。啊，还有下次啊？师爷，你看我高兴的胡言乱语呀。周大王，什么周大王？你该叫我贤婿嘛。贤婿，小女的意思是请贤婿到她房里去。啊？什么？还没拜堂就先进洞房啊？妙啊！我们的压寨夫人还真爽快啊。这新娘比新郎还急嘛。这叫干柴烈火嘛。干嘛你们有完没完的。岳父走吧。这边请。请这边请。请。走吧，我们两个去看看。你就长。请。新娘子就在里头，那我失陪了。好走。告罪。好。你他妈的，你们跟他干什么啊？闹洞房啊！哎呀，闹洞房啊！被窝里放屁呀、啊，独享。大王，参观一下嘛。就是啊。有什么好参观的？去，喝酒去。好，走吧。走，我们喝酒去。不看嘛。赶紧，小娘子，你的周哥哥来了。早生贵子。周哥哥，声音这么粗啊？我感冒了嘛。你是不是嫌我声音粗嘛？不是，声音粗一点没关系，以后啊少讲话就行了吗？不来了啦，你就是嫌我了，我偏要讲，我偏要讲，我要大声的讲了。娘子，你的脚丫子怎么这么大？你又嫌我粗，又嫌我大，你不要我好了啦。你这是说哪话来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也生气了啦？不要生气嘛。小娘子啊，我上床来陪你喽。哎呦，你快点啊。
哎，打从出娘胎以来呀、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哎脱衣服这么快、啊。人家早就脱光了啦，小傻瓜，小傻瓜，小娘子，你看，小傻瓜多强壮啊！小娘子，我来了！哎呀，他妈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小傻瓜，我是你的小娘子。他妈的，你是个秃驴，你放开老子！你这是性骚扰！你说我性骚扰，我就骚扰你！来呀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放手放手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回开啊！是啊！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！哎呀喂！听见没有？那么激烈，这简直是惊天动地！哎哎，风云变色，我们去瞧瞧好不好？好，走，瞧瞧。哎，快点放手，再不放手，快抓坏了！就是把他抓坏了。我去！出来了，啊！爹，你这丫头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爹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你来一下吗？跟你言语几句，大哥，跟这种野和尚没什么好谈的，没你们的事。小霸王周通果然是条好汉，在下鲁智深。哦，花和尚鲁智深，莫非是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？那是出家前的事。哦，难怪你这么好的本事，真是久仰大名。周兄，能否给个脸，放过刘太公这家？不是普通的病。他的病很难医，是心病。心病可有药治？哎，太尉，请您到这边来一下。太尉，衙内患的是相思病。相思病？那简单呐，看上哪家小姐了？80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妻子张氏。啊，他怎么又看上人家老婆了？太尉，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啊。嗨，你这什么话？太尉，衙内是您的命根子，他这样不吃不喝，顶多在一两天就一命呜呼了。您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
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老爷，太尉府的陆大人来看您。林总教头。陆先生。林夫人。请坐。是，坐。请。这么晚来有什么事？哎，太尉听说林总教头有一支家传宝剑，想鉴赏一下。我这儿哪有什么宝剑，恐怕是讹传吧。这么说林总教头是不愿意给太尉观赏一下喽？这倒不是。哦，那就好，太尉在府里等候，请林总教头现在就带剑前去。太尉府我还是头一次来。哎，是，太尉在里边等着您呢。林总教头，请稍后，我去请太尉。好。白头偕老。参见太尉。大胆林冲，白虎节堂是军机重地，你可知道？下官知道。胆敢私闯节堂，可知朝廷法度？太尉，是陆谦知会我在此等候。胡说！一手持凶器，可是意图刺杀本大臣？太尉言笑了，分明是您要观赏宝剑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本太尉一向不喜欢刀枪剑戟，将他拿下。将他拿下。下令。太尉，你误会了。林冲，你敢拘捕？下官不敢。押送开封府衙。带走。等一下，太尉，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为什么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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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对不起啊，哎，董超，薛霸，啊，陆大人，嘘，薛霸，来来来，来，沧州大牢十年多苦，你怎么过？再苦我也撑得下去，只是这十年你怎么过？别担心我，我等你。不要我了，
不能要你了。让开！对不起啊，靠上吧。让开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怎么办？出去！走吧！让开！让开！这啊，盗贼出没之地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哎呀，走野猪林可以缩短一天的路程啊！对啊，走啊！也无法了。我们收了陆谦大人的银子，要取你的性命。陆谦，好一个狠毒的高衙内！两位，动手吧！饶命啊！林教头，多谢相救。你是林教头？我是鲁达。鲁达，你怎么出家了？走投无路啊。林教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言难尽。大师傅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他妈的，你们这两个乌龟！急什么？也该动身了，再休息会儿嘛。干什么？滚开！是。林教头，我要赶去开封，投往大相国寺。抽空去照顾下我家里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可是，我担心这两个小子沿途加害你。不会的。我想他们大概也怕了。我还是不放心啊。他妈的，这个贼和尚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回去怎么向陆谦大人交代呀？再找机会下手。
你们两个。大师傅啊，有什么吩咐啊？我请你们两个吃粒药丸。药丸？什么药丸呢？哎，人参海狗补肾丸呢。啊，补肾丸？你为什么不吃？他妈的，老子要不是天天吃这个，怎么会这么壮啊？拿去。好臭啊。越臭啊越有效，快吃吧。你们吃的这个是凉性的，还要再吃一颗热性的。只吃凉性的会怎么样？会变成肾亏啊。肾亏啊。那赶快把热性的给我们呢。你们两个将林教头平安送到沧州大牢，再到开封大相国寺来找我。要是你想好过点儿，那就要看你自个儿的表现了。什么表现？很抱歉，我身无分文。什么？坐牢不带银子？嘿，那你是自找难过。带林冲到金舍。是。走。强奸犯？好小子，你喜欢强奸呐？好，叫他睡特等床位。走，看什么看？走啊，睡这里。我不要睡这里。你不睡马桶边，还想睡我的床位啊？老大，这么臭叫我怎么睡啊？嫌臭。又来个新人呐、叫什么名字？京城发配来的刘图，名字不说也罢。哦，敢不报名字？哼，你等着瞧，待会儿我再炮制你。把那个强奸犯给我带过来。你干嘛？过来。你喜欢强奸？啊！强奸！哼！看你还强不强奸？啊！我再也不敢强奸了，真的。
睡哪儿啊？马桶边。去你妈的！你。哎，叫不动你啊，带过来。嗯，哦，练过的啊。嗯，让开让开。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让你吃屎喝尿，我就不是老大。笑什么笑？不准笑！禁军教头林冲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好了好了，我这第一把交易就让给你了。哎呀，抓重一点。哎，衙内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我那可人儿张氏呢？张氏他自尽死的。衙内，您不知道啊。我到了他家之后啊，只见仵作正在验尸呢。这下糟了，要是给林冲知道了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认识四个武林高手，可以请来保护衙内。可是林冲本事不凡，这四个高手……哎，衙内放心，林冲不会是这四个人的对手。陆谦，啊，你跑一趟沧州。跑沧州干什么？到大牢设计除掉林冲。哦，是。林冲，你妻子来看你了。哎哎，老大，正点呢，快去，快去呀、啊。是我，是陆谦，他们了。是高衙内欺负你妻子张氏自杀了。
到一群可恶的畜生。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你找谁？哦，我是你们家老爷林冲的朋友，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夫人死了。啊？怎么死啊？夫人是被高衙内害死的。高衙内害死的？您看看啊，不要生气嘛，我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嗯，这是我给您请来的高手啊。啊，陆谦，嗯，林冲随时都会来，可别开玩笑哦。嗨，衙内，我怎么会跟您开玩笑呢？这四位都是西域的高手啊，您放心，林冲啊绝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不要生气啊，这分明就是两个人嘛。啊，两个，这酒桶里还有个叫不醉的，叫不醉的一身醉功夫好厉害呀、啊！棺材里的叫不死，哼，本事啊可大了。干嘛睡在棺材里啊？啊，哎，习惯了嘛。哎，轮椅上那位叫不坏，其实啊很坏。哎，榻上那位叫不花，不花。哎呀，小坏坏。看我晚上怎么修理你。看他倒是挺花的。哎哎，晚上叫他来陪陪我啊。啊，这嘿，衙内，你不会喜欢他的。为什么？这你坏死了，不跟你好啊。哎，不过让他们待在地窖里会不会太怠慢了？哎，这是他们要求的。这四位是怪人，平日啊，哎，都住在山洞里啊。哦，哎，少爷，有位僧人要见你。这位大师也是你请来的？啊，不，不是啊。高衙内，你害死林教头的妻子，我是来取你命的。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鲁智深。鲁智深？哎，这哎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哎，你是个出家人，来管什么闲事啊？老子高兴。是你哦，哎，借光。小伙子你好吗？不好。不好啊。高衙内，你这个乌龟，给我滚下来！叫他们快动手啊！对，快动手啊！不坏，不花，拜托你，敢不死不醉，叫起来好对付那个臭和尚啊！陆谦，嗯。当初我们接你这趟生意想好了是来对付林冲的。这可是他们是一丘之貉啊。貉，我看他像条猪啊，有我们小坏坏一个人对付他就足够了。不花兄啊，这什么凶不凶的。这和尚高头大马的，这位不花兄他闭上你的小嘴，个儿大有个屁用啊。哦，对不对小坏坏？杀了你们这些狗东西，统统下来！叫什么叫？死和尚！小坏坏，去打死他！哎，thank you.
等等，等什么？大师傅，俗语说得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何必打呢？您说对不对啊？放你的屁！你不是下来杀我的吗？哎，我是个残废，怎么杀得了你？好了，你滚吧。谢了。你这么狠毒，你是个和尚，留着也不能用啊。他妈的，你真够坏啊。哼，你才知道。才知道，嘿，通吧，小子。你跟我一环，我给你一杠杠。哎呦！坏坏。
本就是死人嘛。哎，是活人呢，活个屁呀，都长蛆了。真的，哎，我保证他是活的。你们两个滚下来！啊，狗眼泪，下来领死吧！啊，哎哎，不死啊，你快点起来啊！啊，什么活的？啊，根本就没气了吧？啊，这不可能的！我摸摸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哎！不死啊！你快点松口啊！哎呦！啊！呀！哎呦！哎！快快快！叫他松口啊！好好好！哎哎哎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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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花了我四万两才杀死这么个不相干的？啊！林教头，兄弟，林冲啊！
呦，我不醉，不醉，不醉。不醉，醒醒啊，快出来啊，不醉。雅内，快把他叫起来。哦，怎么了？你叫啊？我啊，你拿着啊。不醉，不醉，醒醒啊。不醉啊。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烂醉如泥，叫不醒了。高衙内、陆谦、你们两个该死的畜生！林教头啊，这不能怪我啊，这全都是陆谦安排的。不，我完全听他指示啊，我听他指示行事啊，我是无辜的。林总教头，求求你啊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要找他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救命啊！你放手啊！拔出来！拔出来，你也活不了啊！Oh, wow.
Thank you.
失去了他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